今天上新这款镜柜完全就是女生的独立化妆间，现在我们把它安装起来。镜后的多功能收纳区简直就是小物件的好归属，五倍化妆镜轻松打造精致妆容，还贴心的放置着自动感应洗手机和指定格洗手擦手，一气呵成。现在安装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吧。相遇在人海，聚散在